奉命来台开产道务以来，苦心策划道务，福心教化后学，全心阐扬道宗，尽力发展是道务，急速遍及全台。然而因应道务开拓所需，自民无且后负责地区之道务责任，即十个地区，台北市也点传师，台中罗吊水点传师，彰化正汉中点传师，孙氏南行代台南市薛福三点传师，高雄县林浦点传师，高雄市吴富传点传师，屏东陈丰德点传师，台东游海洋传师，而后基隆许万义点传师，台中林国松点传师，西罗廖大巴点传师，斗六张金城点传师，宜兰赖福祥点传师等等，随其因缘衍生，度化有缘。至民国76年1987间，已有31单位之多。民国46年